Hello。哦，这个民族服装可以了，人家都穿短裤了。对啊，不冷吗？短皮裤还是？哇哦，这简直是酷哥呀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将要入住的民宿，这两位是民宿的负责人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家的民宿。哇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叫龙殿儿。为了表示欢迎，这个老板和他的女朋友也为大家请来了奥地利的一支表演队。哇哦！这支表演队是地罗尔州非常有特色的拍腿舞的一个民俗舞蹈队。哦，拍腿，又来拍腿。那天你们没有给我们袜子，你这露着腿被打死了都。对，腿都青了。他们曾经代表地罗尔地区参加过许多奥地利的外交活动。哦，有请我们的拍腿舞的表演队。为大家带来一个表演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哈耶，非常好。这么好啊，非常，一下点燃我了。啊，好痛啊。被踢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老邓从继续被踢出来吧，来嘛，来嘛。感谢我们的民宿老板，现在请大家入住民宿。明天嗓子都哑了了。一群秃鹫住到了一个酒店里。哇，哦，耶，不，拖鞋，拖鞋，要拖鞋啊。可能会很臭啊，没事。那么多人拖鞋，这房间通风吗？Baby， 你怎么下楼了？对，Baby 一拖鞋跪着走。对啊，脱完鞋之后我都不敢站起来。来吧，坐吧，朋友们，坐坐坐坐坐。哇，你脚好大哦。对啊，他脚肯定没我大，我三十九。三九？你三九的脚？对啊，哇塞，我才四零呢，你知道吗？莹莹本来脚就大，还穿透明的袜子，这无处可藏是吧？我忘了，我不知道今天要这样，早知道我就穿一双可以遮住我大脚的袜子。欢迎大家入住民宿，特别跟大家说的是，现在仍然是因斯布鲁克的滑雪旺季，我们只争取到了民宿里八个不错的房间和四个最好的房间。哦，嗯，我们要用游戏来决定出这四个最好的房间的使用权。获胜的四个人不仅仅可以获得这四个最好的房间，每个组还可以得到十个RB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。其余的八个人，每个人可以获得两个RB。我们要反败为胜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啊，你先过来。一坐他都想休息。抢被子，抢被子，这我最会了。因为每次早上起床，我都发现，哎，怎么被子都在我这边？杰伦哥可怜，杰伦哥是经常感冒的啊，在一个角落早上起来。杰伦哥经常看不见，在暖炉边。现在请大家开始抽签。哇，你这个袜子粗鲁啊！你这袜子好粗鲁啊！我洗了。
吓我一跳，你四肢了，吓我一跳，一熊站起来了，真的，你这北极熊啊，吓你在我们的脚下给我抱了，你知道吗？首先，来吧，那我们一起公布一下，不要跟昆凌在一起，不要跟昆凌在一起。我最会选被子。二。不要跟昆凌在一起。哦。下面我们请女生组 Selina 跟昆凌啊，有请，加油，你们压轴。我也很 lucky， 我也很体会杰伦的感受。杰伦，你还好吗？杰伦，最近有点感冒，老感冒最近，对不对？最近有点感冒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Selina 开始之后只有一个动作，我怎么可能比你瘦？加油 Selina， 加油加油，对对，可以的，对对，可以的，抢再抢，哇塞，我怎么能输？我仿佛听见了被子撕碎的声音。最后十秒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林林，现在一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行。这真的太难分出胜负了，好吧？不管要不要分出胜负，看 Selina 的脚，抽筋了，都打不开了。你我觉得我好像生小孩，有点太紧了，太紧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样，我抓住他俩的中线，然后我们把被子展开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，厉害，哇，这是谁多谁少 ？Selina 多，哦，这个把被子一抽起来，发现那边少演了一波盲人，这是谁多谁少？有点看不出来。下一组，左儿跟莹莹吧。完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不公平，他的九十三角，他的九十三角，他的九十三角三九的，我是三六的。左儿今天一直嘴在瓢，然后说不公平，莹莹的角，莹莹的九是三九，莹莹的九是三九，我是三六的，我是三六的，太可怕了，走着。Oh no！ 完了！等一下。来，加油！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妈！你怎么动了？把自己变成一个纸片，塞进去。
家来请 baby 和楚曦。baby 你很惨，楚曦昨天吃了30个柠檬。好，准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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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3、2、1。好，大黑牛。他把 baby 整个举起来了，我的天哪！哇 ，baby 我起来了，太棒了！等一下，左边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哎呀呀，哇！反转就好，反转，反转。哇呀呀呀！哇，有机会，哇，太狠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哇，太狠！哎，我们以后不要撕名牌了，我们以后就改抢被子吧。这比撕名牌好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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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这里，这里，这是哇！陈哥这里拍，这里也是很精彩。这手，我的天！这是手，这是手，这楚曦，把手放开，郑凯来，两位把手慢慢放开，郑凯来。对了，立马楚曦啦，走你。这楚曦，楚曦比较懂。楚曦多，楚曦多，凶猛。非常凶猛，毕姐不是盖的好吗？你也不是盖的，你也不是盖的。不是说我们 Q 的全是女嘉宾吗？哎，你们这一次请的都是男嘉宾啊？就我觉得比男嘉宾还男嘉宾啊。好，下面请男生组凯凯跟晨儿哥出战吧。郑凯，我个人建议直接投降。陈赫，过分，过分了。发那么多朋友圈练腿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可是，一旦输了，很没面子啊！太丢人了。准备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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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姜子牙，姜子牙，哎，势均力敌！哇！姜子牙，姜子牙！哇！哇！郑凯。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！哟！孤独，好孤独啊！凯凯好可怜。我跟你讲，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发生了什么？凯凯好可怜，好孤独。采访一下，郑凯，但是现在，现在还在时间当中的，我们能不能再试一下？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这叫做输得一无所有啊！输得一无所有，保留下一个夏天，保留。哇，阿尔卑斯山的冬天，大理的夜真的很冷，一无。
无所有，输的一无所有，又练了一个夏天。朋友们，我跟你说，已经换了2年的教练，明天开始托尼上班，明年托尼又会被解雇。下一组。哇，这个太 peace 了，郭哥套路太深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欢快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让我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下一组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们在干嘛？还手牵手。真的很从容。你看，哎，你干嘛？你突然发力，你突然发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邓鹏，你等一下，邓鹏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只要这样就赢了，陈赫。陈赫，我觉得你只要这样就能赢。完了，被子没了。没了。完了，被子没了。没了。摔跤啊！他咬他的。倒计时。完了，被子没了。超级帅，你变成了一个笨蛋。三、二、一，真的。这袜子都掉了。陈赫，我觉得你吃天吃地吃邓超啊，现在。他咬我，咬我应该送我多一个 RB， 他咬我。刚才经过抢被子的任务，我们现在有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分别胜出，还要再选四位。对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任务是掰脚腕。什么？掰脚腕。掰脚腕。脚腕在哪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裁判穿的那个袜子，我们要穿的。对。我的天哪！我举了。哦，那是掰脚趾头。你穿过五指袜吗？这还不是很好穿呢。哇，好奇怪啊，这感觉，好奇怪啊，有一种很诡异。哇塞，穿的好奇怪的感觉。哎，我难受，我穿都已经累了。你知道小花妹妹？这个画的颜料还没消掉，你这是绿指甲吧？对啊，得了绿指甲，一个传染疤。你是老甲灰对吧？老甲灰，老男孩写成老甲灰也是厉害的。所以小朋友的颜料不是所有都可以洗掉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掰脚趾的比赛，先请男生组石头剪刀布吧，赢的人可以先挑选。
石头剪刀布。这还要学吗？你跟大黑牛比一把，比一把。当然了，脚不一定是吧？那当然。刚一下，上面赢不了，下面赢不了吗？刚一下，来。对呀，我脚趾打败他，没问题的。你没有脚气吧？啊？你这什么？是这样吗？哎呦！等一下，他那里好大，牛蹄子。准备好了吗？来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哦。等超儿娇喘一声。超哥，你脚趾还在吗？回不去了。哪一只？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。恭喜超哥获胜。还有小鹿，还有小鹿。等一下，我很担心会失去我的房间，我这已经废了。换只脚，重来啊！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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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那只脚伸出来，快！我不，我要比那只脚。我这已经废了，这个脚可以试一下。哇塞！哇，你脚都这么大啊！鹿晗感觉被撑破了。啊！我的大脚啊！去到他的两个拇指之间，已经掌握了所有。嘿，好，来来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朋友们，请看。我在一座位，没了，倒了，可以啊，啊，可以啊，还可以给你一次左脚的机会，我左脚不玩了，好，恭喜超哥获胜，耶，好，接下来有请女生组出战，石头剪刀布。哇，好大压力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你挑。我不知道我要选谁，感觉都没有胜算。就是这样吧，我跟你讲，要不然选他吧，因为他从眼神上来讲有点太厉害了，我还没有比那眼神就赢，我就冻结了。我去选莹莹吧，好，莹莹，莹莹的房间回来。我跟你先比一下脚吧。哇塞，我好怕！这脚也差太多了，感觉像一个小朋友，然后一个巨人走过来，这有压倒性优势。我刚辛苦卷的棉被，英子加油！我们的表情管理要注意，刚才表情管理已经崩盘了。刚才医生，我又没事，没事，那要请给我们的表情啊，打一点马赛克。而且你看他赢得那么优美啊，他内心已经哭了，不要。对，他长得就这样，不会变的。恭喜莹莹，恭喜莹莹获胜。接下来请
Selina 跟楚曦出战。好，准备。啊！请微笑，楚曦，楚曦，笑起来，楚曦。太不容易，Selina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刚刚飞起来，我觉得我刚刚飞起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完全没问题。来到这个地方，住最好的酒店，并不是最好的，能住在大自然里啊。我们可能会睡在雪地里，今天晚上。我最想要睡的就是在雪地。对。现在我们在民宿里的选房子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来公布一下每一个组你们获得的二 B 情况。